慢点。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们大人为什么要经历这些事情？现在说什么都没有意义了。你还好吗？没事。哎，郡主，你们都给我让开，我要亲自审问的。如小兰，太子殿下吩咐过，任何人没有经过他的允许是不能进去的。看清楚，我可是郡主，再吵我让人把你头砍了。这你给本郡说清楚，莫言哥哥到底怎么了？为什么会被关进大牢？这事是不是跟你有关呢？你以为我不想救他吗？我现在恨不得立刻冲去他身边，带他一起离开。可是现在外面守卫这么严，我能怎么办？别哭了，你又想干嘛？我知道了。若想要缓解殿下您体内的蛊毒啊，必须成年与御魂猫相伴。御魂猫的味道能使殿下体内的蛊毒啊暂时得到缓解。难道本王要与如姑娘相伴一生吗？殿下，殿下。